我试药也试过。你知道试药吗？试药是什么？小白鼠。哦，到人家医院给人家。对啊，我也做过。为什么要做那个？挣钱呀，6天6000块呀。我是在上海试，试过之后听说南京这边有不联网的，因为联网的话要3个月才能做一次，不联网的话只要身上没针眼就能做，麦高桥跟那个江宁都有。然后我就过了15天我就来南京了，来南京过之后就在江宁做了一个不联网的查不到的，然后做了5天吧，5天2500。有一对夫妇不就是做这玩意做挂了吗？做的太多了，这个药没消化完那就吃那个药。因为当时我在那边，在上海那边体检的时候碰到一个项目，好像是10000多块钱吧，当时入组20个人，吃了第一片药，当时就有2-3个人打了强心针。说实话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了，最起码留点钱给他们过生活的吧，你要钱都没留下你有啥呢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抽烟，基本上哪个超市里面有我就直接拿，这个最早是4.5块一包的，现在涨到6块了，我就直接拿一条。为什么不戒掉呢？不是更省钱吗？那瞌睡的时候，心烦的时候呢，对不对？总要有发泄的东西啊，瞌睡的时候要提神呢，因为晚上上班车子少，带着小孩方便一点。抖音。